着我的哦。来，你们该进来了吗？还有下一条吗？没有了，再下一条，大家反应很好呢。Uncle 一下好不好？不要不要太伤我新郎了。哦，发仔，这个还好，我是娶一个设计师的老婆，否则的话，我是去娶一个这么棒的一个新娘，真的很活泼。我相信在座的来宾没有看过这样的新郎新娘。不过呢，这也是这对新人想要祝福，谢谢大家今天莅临我们嘉义。